萨达传说王国之类所推出的新系统能够组合与拆卸，让自由度大大上升。看你是要组合成牛顿之剑物理性的攻击怪物，拿那根大棍棒砸下去，我看怪物也会非常茫然。或者是开出一台坦克成为陆地霸主，一边移动一边雷射攻击，效率非常之高。能组合出一台轰炸机从空中攻击敌人，如果我是怪物，我一定会非常绝望。或者是帮 BOSS 全面性的点聊下，看看 BOSS 高兴的模样。欢迎来到海拉鲁大舞厅。而更夸张的是，有玩家竟然组出一台钢弹出来。不愧是宅二零坑们，我看不到几个月时间，游戏就被玩成环太平洋了。